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做出了六个如何始终的重要论述。六个如何始终充分揭示出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死灰复燃，一些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解决好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如何始终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全党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六个如何始终指出的内容，都是我们党在新的征程上面临的最为紧迫、最为根本的一些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全党高度的警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首先要解决好的独有难题。初心和使命一旦被忘却，理想信念就会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说白了，还是自己意志不坚定，办了不该办的事，收了不该收的钱，给消防这个集体抹了黑，也给了没有完全按照中央这个要求去做，特别后悔。张福生，原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22年11月被立案审查调查，成为党的二十大后消防系统第一个被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作为防火者，他自己内心的总防火阀却出了问题。他在理想信念上的缺失啊，导致他这个人生价值观的庸俗化，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自己人生的追求啊，降低为这种经济利益上的交换，经不起这诱惑，自己把这个自己内心的防火阀、防火门呐、一次次的松动，最后大门都开。这一些全部是他的茅台酒。对张福生采取留置措施后，专案组从他家中查获了大量茅台酒，还有多件黄金制品。有15年、30年的，还有50年的茅台酒，它还有一些金条、玉石。这些名酒和金条具体是谁送的？张福生已经印象模糊。他对这个东西他记忆不深，因为他对于这东西啊，他金额不大。那么这些金条呢，一次他不收太多，但是他少量多次。
少量多次恰恰是张福生违纪违法最突出的特点。他从不大笔大笔收钱，而是每次一两万、三五万，最多也就十万左右。但到他落马时，这一笔笔加起来竟达数千万元，涉及行贿人有数百人。查实的受贿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应该说呢，他初心不正，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对自己的要求就不严格，就当官还想发财，手里还谈不上有很大权的时候，就极力的搞权钱交易。别人给他多的钱呢，他不要，他认为那个风险大。但是把这些大钱呢，给他拆分的小钱，哎，他收，敢收。在忏悔录里，张福生多次用火来比喻自己内心的贪欲。寻找这贪欲的火源，他归结为理想信念缺失，导致防火机制失灵。他写道，我年轻时就没有立下崇高的理想，只想着读书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入党之时，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党员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而简单的看成是政治地位的象征。觉得我已入党了，这是一个政治荣誉，对我今后的发展肯定有好处，可能更多是跟个人利益挂钩吧。1995年，张福生从部队转业，第一个岗位是到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工作。初心不正的他，很快就开始利用人事权谋取私利。这个人事权又出于公心，选拔贤才人才。但是呢，张福生呢，在掌握了人事权之后啊，他呢是把这个异化为自己利益交换的这么一个工具。一旦尝到了人事权变现的甜头，张福生在这条路上一路狂奔。2005年，他调到公安部消防局工作，分管的领域仍然和人事相关，也继续以此来进行利益寻租。到消防局刚开始来是叫警务处的处长，管的是督察，还有呢，就是当兵入伍这块儿，也相当于人力资源这块儿。说这样的话呢，就总是跟这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是相牵扯的。所以大家呢，有求于我的比较多，就是还是说把我做这些工作呢，更多的是挂到个人利益上了。消防队伍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是个光荣的职业，在一个个灾难现场冒着危险在一线救援的消防战士深受百姓敬重。然而张福生却并未把这支队伍的使命责任放在心上，他心里在乎的始终是如何把权力变现。2015年，他职级更上一层楼，感到话语权更大了。沾沾自喜，既是消防局的副局长，我又是应急部的教育训练司的司长，我是管整个消防系统的干部，调动啊、提拔啊这些事情，首先得经过我这一关嘛。张福生经常在一些下属面前吹嘘自己能影响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消防救援干部的工作调动，这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曾在重庆市江北区消防支队任职的赵俊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他是消防局的领导干部，想维持关系吧，就说今后有机会来照顾我吧，就是这种想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赵俊认识了来重庆出差的张福生。初次见面，赵俊就送给张福生10000元红包，其后9年中又屡次送上红包。2020年，消防系统启动总队级副职领导选拔，赵俊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请托张福生关心关心。
不久，赵俊就被提拔为甘肃消防救援总队副政治委员，这自然是张福生插手的结果。他去收钱收礼，那其他的人啊，上行下效。就拿赵俊这个案子来讲，那么我们查实的他这个，在礼品礼金的这个方面，收受的有这个下属指战员的，啊，也有这个，地方这个企业管理服务对象的，啊，等等吧，金额也达到了这个数十万元，确实是把这个整个队伍的这个政治生态，带坏了。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理想信念动摇，初心使命丧失，精神世界必然荒芜空虚，往往就会寻求各种刺激来填补。张福生也是如此。他的人生呢，其实就是这种理想信念缺失以后啊，庸俗化，自甘堕落，经常是下班以后流连往返于这个茶楼酒肆之间，上各种酒桌，会各种朋友，沉迷于打麻将，一打就是一整天。打麻将是张福生的一大嗜好，这也给一些商人老板提供了和他交朋友、向他输送利益的绝佳机会。上瘾，以前呢就想玩一把，身体这不舒服那舒服的，一玩起麻将来都没了。打打麻将啊，我认为它是心理的一种精神寄托。对张福生而言，我认为就打麻将就是他最幸福的。于洋是一家消防工程企业的老板，他经常在自家茶馆包间里为张福生安排牌局，陪他顾足牌瘾。和于洋坐在一张麻将桌上，张福生每次都会赢钱。打麻将之前，于洋一般会先给他底钱，少则5万，有可能10万或者更多。在打麻将过程中，于洋是只输不赢，张福生呢是只赢不输。每天打麻将下来，张福生都能赢几万块钱。不是每把都赢，但真正他遇到大牌的时候，大家能看到他的兴奋这个劲儿。我们是不胡的，就让领导这把大牌胡了。胡一把大牌呢，相当于胡10把20把的小牌。十几年来，于洋给张福生拿的底钱加上输给他的钱，累计达到900多万元。而每当他在消防验收等事项上请托张福生打招呼时，张福生也是有求必应。因为他打了招呼，无形当中可能就会降低对这些工程项目、消防项目、消防验收的标准的把控，很可能就会放过一些问题和隐患。这样的危害性啊非常大，负面影响非常的恶劣。在忏悔录中，张福生写道，防火者腐败无异于纵火，可惜这样的认识是在纵火之后来得实在太迟了。2023年6月，张福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消防系统多名违纪违法人员也都被立案审查调查。灭自然之火易，灭心中欲火难。党员干部只有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才能灭掉心中的贪欲火源。新时代新征程，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必须警惕的是，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许多案例也提醒着，一旦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滑坡、精神懈怠，就容易走向腐化堕落，不但毁了自己，也会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是精神上不能缺钙了，如果一缺，就很容易在这上走下坡路。我就是这上走下坡路出来的。张小佩曾任极化集团公司经理、吉林市市长、市委书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2022年11月，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张小佩实际上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实干、也非常敬业的一个领导干部，他的这种堕落也是非常令人痛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随着他职务的不断提升，思想放松，精神懈怠。同志们，今天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张小佩和一个重要的一个老板，叫做刘有才。这个刘有才，经查，向张小佩送钱送物金额最大的行贿人是一个叫刘有才的老板。他和张小佩密切交往近40年，交情在吉林市广为人知，他们之间的交往过程也恰是张小佩个人蜕变过程的生动缩影。是长时间的一个行为。张小佩和刘有才的关系呢，其实非常值得发人深省。从最初的这种兄弟情，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张小佩和刘有才都在极化集团下属的机械厂工作，当时两人都才20来岁，张小佩是一名基层技术工人，刘有才是食堂的厨师。一瞅这个人吧，就是挺投缘，就挺乐意跟唠嗑。那时候还没有像后期那样就想象就想的那么多，那时候还挺单纯，就是真就是从哥们那个。那时的张小佩懂业务，能吃苦，很快成为全厂最年轻的车间主任，30出头就当上了厂长。此时适逢国有企业改制，刘有才承包了食堂。也是从这时起，原本单纯的朋友关系开始掺杂进了其他东西。我第一个就给厂里定了一个规矩，以后必须都得在食堂，他那个地方，就来招待吃饭喝酒的了，在他那吃，不允许到外边去。这么大范围点权利，我也就只能在这上帮他。后来，张小佩被提拔为极化集团经理。当时这家国有企业已近破产边缘，他到任后锐意改革，扭亏为盈，一时间掌声赞誉纷至沓来，也成为他事业道路上的高光点。然而现在回头看，却也成了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管着几万人、几百个亿的财资产企业在这么流动，一天找你的人也多了，想依附你的人也多了。我犯罪开始就从这儿逢年过节收礼金，从计划当经理这时候开始的。
干事干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张小佩却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渐渐产生了麻痹心理，变得志得意满，精神懈怠。走到重要领导岗位的时候，地位高了，权力大了，自己呢，就理想信念开始滑坡了，精神缺钙了，得了软骨病了，开始贪婪，看重金钱，这种叫胜过看重了事业了。思想一放松，精神一懈怠，整个人就会变得无精打采，不思进取，就会在各种拉拢腐蚀面前败下阵来。而其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正是刘有才。在张小佩关照下，刘有才的食堂搞得非常红火，刘有才也把生意延伸到了极化集团之外，在市里承包了两家饭店，他对张小佩开始有了不同以往的表示。我一有客人也到他承包的饭店去吃饭去，他开始逢年过节给我送这个吃用啊，这东西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给我送钱。就第一次假如我们死不死吧，他说你这个不行，后来就是给他家里给他少了，反正他也都知道，慢慢反正就都习惯了。走向违纪违法的干部几乎都是从半推半就的收下第一个红包开始的。几年后，张小佩又被提任为吉林市主要领导，巨斧防电的闸门已经有了裂缝，势必难以抵挡汹涌而至的腐蚀围猎。他担任市委书记以后，无论是在干部、人事、工程项目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给谁什么项目就给谁项目，所以说这个长期的这个权力失去监督制约以后啊，对他个人走向腐败又形成了一个催化剂。看到张小佩当上了市领导，刘有才的欲望也随之膨胀，开始请托他拿项目。短短几年里，刘有才的生意版图急剧扩张，成为涉足餐饮、物流运输、消防设备供应等多个领域的大老板。张小佩在多方面为他直接打招呼帮忙，使得刘有才在吉林市成为人所共知的张小佩代言人。而张小佩从刘有才那里收受的财物也从小红包变成了大额分成。他就告诉我，我挣来的钱就咱俩分啊，有你一部分，有我一部分，反正老三给了，这也就我俩弟兄一辈子弟兄，给就给吧，就留着吧。倚仗张小佩崛起后，刘有才对张小佩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为方便张小佩用餐，他专门在离张家步行只有5分钟的地方开了家餐厅，钱款金条源源不断地送上，又为张家的复式住房进行高档装修。到案发时，刘有才送给张小佩的财物累计达数千万元。这次审查我反思一下，确实是一种权钱交易的一种，就是一种这个披着外衣的权钱交易，一种隐蔽形式吧。张小佩不仅自己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在吉林市黄金地段的一座过街天桥上，镶嵌着一块横跨马路的 LED 广告巨幕，张小佩利用权力协调关系，帮助其儿子的广告公司得以在此处经营广告屏。实际这块广告屏也成了他权钱交易的一块招牌，广而告之，肆无忌惮。很多企业得知这是张小佩书记儿子的广告屏之后呢，便蜂拥而至。有一些企业根本在没有广告需求的情况下，
啊，也啊主动的啊啊在这儿投放巨额的广告啊，实际上呢是通过这种方式变相的向张小佩输送利益。广告客户来自各行各业，却有一个共性，给了巨额的广告费，但广告怎么做，甚至做没做，都从不过问。显然，这广告不是冲着市场投放，而是对权力的投喂。这块广告屏成了一些商人老板心目中绝佳的过街天桥，是可以直达张小佩权力的便捷通道。做成了想跟我保持好关系，为下一步的权钱交易往下一步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回顾张小佩的人生轨迹，前半程春风得意，稳步上升，但在到达权力的顶峰后又迅速坠落，与他紧密捆绑的刘有才同样如此。张小佩调离吉林市到省政协就职后，刘有才曾经迅速扩大的生意规模急剧收缩。张小佩卸任吉林市委书记之后，刘有才呢便逐渐退出了除了饭店之外的其他的一些业务，比如物流，比如消防器材等等，因为他也失去了张小佩这样一个靠山。2023年6月，张小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发前，刘有才给张小佩装修的房子还没有完工，张小佩就已经落马。这套价值不菲的江景房许久无人打理，已经处处蒙尘。正如张小佩的人生一样，早已蒙上利益的灰尘，最终走向烂尾的结局。反思我的罪孽，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危险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入党为了什么？党干部干了什么？身后留什么？以前自己都是当作座右铭放自己桌上想，当了重要领导的时候把这些事都忘了。张小佩案件哈、再次警示我们，思想松懈那么很容易就落入这个回劣的圈套，精神懈怠自我放纵就会走向犯罪的深渊。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历史和实践证明，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尽忠如始不容易。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良好的政治生态既是涵养培育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振奋焕发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又是确保完成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必须清醒认识到，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给当地啊公安系统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自己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我就该受到法律的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我是罪有应得。
王大伟曾任辽宁省公安厅长近10年之久，2022年3月被立案审查调查，而他的前两任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薛恒也已在2021年落马。他们三人相继掌管辽宁省公安系统长达20年，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给该系统政治生态造成重创。他们都曾经是辽宁公安1号警号的佩戴者，本应以身作则，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任务，他们却背弃使命，执法犯法。三任厅长前赴后继，直接带坏了一批公安干警，严重败坏了辽宁公安系统的风气，严重玷污了辽宁公安队伍形象，造成辽宁公安系统政治生态的突然板结。辽宁省一号警号承载的是引领好一省公安队伍风气的重托，意味着辽宁省公安系统一把手管党治警沉甸甸的责任。然而李文喜、薛恒和王大伟却错误地把他视作说一不二的特权象征，玷污了他承载的使命责任。2002年至2011年，佩戴他的李文喜早年间也曾是下属心目中的正面榜样，他是有42年警龄的老警察，出身一线，业务过硬，曾屡破大案要案，获得诸多荣誉。遗憾的是，执掌重权之后，他却逐渐私欲膨胀，从执法者走向了违法者，从光荣榜跌落到耻辱柱。被审查调查初期，李文喜无法摆正心态，不肯正视自身的蜕变。谈话也跟我们讲，就讲他自己标榜自己的三句话嘛。我当了一辈子公安，我干了2辈子的活，我得罪了3辈子的人。当时委领导直接就跟他点了一句话，说你光说这3句话，你后边还落了2句呢，对不对？你贪了4辈子的钱，犯了5辈子的罪。当时李文喜当场就哑然，低头就认可了。经查，李文喜收受贿赂共计5.41亿余元。这个惊人的数字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一名叫刘志廷的铁矿矿主。当时辽宁省公安厅调查一批非法采矿案件，涉案矿主刘志廷辗转通过关系请托李文喜帮自己脱罪，许诺将会重谢。李文喜深知铁矿利润丰厚，抵不住诱惑，向专案组组长吴景贵打了招呼。我说这个案子好，那个警官啊，就在这刘志廷的问题上，你们能轻就从轻照顾一下。他们确实就按照我意见办了，刘志廷没有受到刑事追究。刘志廷自然感激不尽，事后双手奉上某铁矿30%的股份。李文喜安排七弟出面挂名，自己藏身后台操盘，实际成了穿着警服的矿山老板。首先我呢是一种背叛，因为我掌管的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我跟你说，我非常忏悔这一条。当曾经的榜样崩塌，在下属心中产生的冲击波破坏力也是巨大的。办理非法采矿案件的专案组组长吴景贵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看到李文喜干预办案、染指铁矿后，他也有样学样，甚至变本加厉，也找到刘志廷强行获取了某铁矿40%的股份，还经常穿着警服就跑到矿上搞经营。连李文喜都看不下去了，李文喜专门找到他跟他讲，说你要么你就别来搞经营，你要么你就脱了警服。但吴景贵充耳不闻，因为吴景贵对他的违纪违法行为心知肚明，所以说李文喜的话没有任何的权威。而李文喜还给自己的继任者薛恒做出了恶劣的示范。
那是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民政厅厅长的薛恒私下找到李文喜，表示自己有个商人朋友叫白玉辰的，在一个案子里涉嫌敲诈勒索，希望办案时能放他一马。我也担心怕李文喜不一定给我面子，后来说之后李文喜还行，把这事儿就帮着办了。当年他们都不会想到，2011年李文喜退休时接任公安厅长的正是薛恒。李文喜卖的这个面子，既让薛恒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也提前为他上了滥用执法权的一课。白玉辰逃避了这一次的刑事责任追究，对薛恒那就是要钱给钱，要车给车，要房给房，让薛恒也看到了公安厅长这个岗位的含金量。经查，薛恒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总计1.35亿余元，白玉辰一人就送给他数千万元。在担任公安厅长2年多时间里，薛恒多次滥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为老板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薛恒和李文喜的职务交接，使得以权谋私、执法犯法的恶劣风气也无缝衔接，并进一步扩散蔓延。辽宁公安系统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可以说李文喜是始作俑者，薛恒呢是推波助澜者，而王大伟应该说是兴风作浪者。2013年，王大伟走马上任，在此之前，他的廉洁堤坝就已经开了口子。即便如此，刚一到任，感受到的风气还是让他颇为惊诧。就同级的副厅长，过年的时候给你送钱，你说一个班子里边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在一起开会还送钱，这是什么样的生态？惊诧之余，王大伟更多的是感到眼界大开，胃口也由此大开。他敛财之肆无忌惮，比前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查，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其中近一半是辽宁中旺集团实际控制人刘忠田送的。刘忠田在他身上花大钱，自然是要找他办大事儿。他对我能有啥回报？一个被查，一个被抓，就总觉得说多一个人多一条路嘛。辽宁中旺集团曾是亚洲第一大铝型材生产企业，如今却已申请破产。它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忠田长期靠金钱开道，靠违法违规手段获取资源，进而又脱实向虚，无序扩张，最终难以为继，轰然崩塌。2017年，中旺集团涉嫌骗汇的违法问题开始暴露，一名副总被拘捕。刘忠田担心查下去会牵出自己，通过中间人请托王大伟从轻处理，并请求不要再深入调查。王大伟和刘忠田的交往颇具讽刺意味，刘忠田想围猎王大伟，王大伟甘于被刘忠田围猎，甚至反向围猎刘忠田。王大伟早就风闻刘忠田出手豪阔，他很快从轻处理了这一案件，结案后专门约刘忠田谈话卖好，当面加以点拨，两人一拍即合。我就等于是有意的让他感激我嘛，那就是说我给你办事儿，你看这事儿办的也挺大。我觉得现在反思起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疯了，就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啥表示，就这么事儿。后来我说，领导哪天给你弄点东西，你能接纳不？他说，那你给我弄东西，我有啥不能接纳的？就这么过程。刘忠田第一次出手就是4000万元人民币加上400万美元，王大伟欣然笑纳。
装了22个纸箱子，把王大伟用来拉钱的商务车都压得上不了地库的斜坡。在几个月后，刘忠田又先后4次在澳门送给王大伟一共2亿港元。收了刘忠田的不义之财，王大伟彻底背弃了事业，背叛了组织，走上了违纪违法的不归路。2019年下半年，公安部向辽宁省公安厅移交了相关问题线索。王大伟一面向刘忠田通风报信，一面指示办案机关不要声张，点到为止。到2020年，中旺集团巨额债务问题引发了重大的区域性金融风险，王大伟仍极力包庇刘忠田，帮他拖延中旺的暴雷时间。金融是国家经济命脉，事关国计民生。王大伟作为一省公安厅长，失职失手，不仅削弱了政法机关的公信力，更是错失了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佳时机，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王大伟的这种做派对身边人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王大伟的秘书李新龙也是上行下效的一个典型。从王大伟来讲呢，他在这方面应该确实是非常的不慎重，所以从我来讲呢，可能也对这个事情呢，逐渐觉得从开始觉得也无所谓。看到王大伟如此胆大妄为，李新龙的敬畏之心也烟消云散，打着王大伟的旗号四处帮人摆平案件，运作提拔干部，收受贿赂高达上亿元。调查还发现，李文喜、薛恒、王大伟都曾收受财物，为他人在职务调整或晋升上提供帮助。王大伟情节尤为恶劣，他大肆卖官鬻爵，多次提拔商人老板推荐的干部，使得商人老板利益的代言人渗透到系统内。例如，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郑云龙就是经刘忠田向王大伟推荐得到提拔的。中旺集团总部在辽阳，当地公安有自己人上位，自然能近距离关照。郑云龙啊，他跟我讲过这个人，那时候他给我已经巨额行贿了。我想这个人的事儿对我来说呢，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你要进步的话，我可以帮你软化以前那种乱象。真是他不是这个干部应用提示说我这要一进工作我排第一第二，我有什么好往上走，不是。除了郑云龙，辽宁省公安厅3任经侦总队长、营口市3任公安局长也都是商人老板向王大伟推荐提任的。这种行径严重破坏选人用人制度，释放出完全错误的导向，对辽宁省公安系统的政治生态影响深重。这个危害呢，就让你觉得都找一些老板做依靠，老板通过关系走通领导都能升官啊，都能提干的，这个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连续3任省公安厅长都自身不正，自然也完全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管党治警长期处于宽松软状态，导致辽宁公安系统出现高层次、大面积、持续性的腐败。仅2021年以来，和王大伟同一个班子的6名省公安厅党委委员被查处，全省省管公安政法干部共43人被查处，涉及半数以上的省厅侦查警种或部门一把手、现任或曾任的市公安局长。这些案件充分暴露出政治生态不好，势必会造成思想上人心涣散，政治上弊病丛生，势必会滋生腐败空间，产生腐败问题，势必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恶化从政环境，势必会综合反映和具体折射到经济建设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2023年1月6日，法院一审判处李文喜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3年12月13日，法院一审判处薛恒有期徒刑17年。2023年10月19日，王大伟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其他违纪违法人员也都受到相应惩罚。从辽宁公安系列腐败案件看，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任重道远，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勤政廉洁的价值观。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不容易，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为不易，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去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激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长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新征程上，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这就决定了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党的20大作出的重大部署。然而，仍有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干部盲目决策、任性施政，造成严重后果。违背新发展理念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经济的灾难、社会的灾难。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纪检监察机关持续纵深推进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查处一大批粮仓硕鼠。自己有私因就太贪了。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剑指群众身边蝇贪蚁腐，护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确实是从收红包开始的，就越走越远了。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2级政治监督保障，敬请关注。